警察训练部的香港警察学院1月10号举行开放日，在当天的展览中，警队难得一见地详细介绍了警队配备武器，为枪迷们揭开了香港警察枪械的神秘面纱。A-25 来福枪是内部保安大队及特定单位人员配备的武器，由美国屈特制造公司生产，5.56毫米口径，子弹匣容20粒子弹。侦缉人员标准配备武器是由适格军器厂生产的适格少尔 P-250 防卫概念轻巧型半自动手枪，口径9毫米，子弹匣容量15粒。冲锋队水警小艇分区和特定刑事单位人员配备的是雷明登870型散弹枪，美国雷明登枪械厂生产，18毫米口径。另外，汉克勒与寇奇 MP5 轻机枪也是他们的装备之一。军装警务人员标准配备武器则为史密夫威信军警实行重枪管手枪，0.38寸口径，子弹容量6粒。特别任务连、机场特警组、反恐特勤队、保护要员组、保护证人组、水警小艇分区配备武器是格洛克17半自动手枪，口径9毫米，子弹匣容量17粒。